哈喽，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接下来跟各位分享一个非常棒的红酒魔术，因为马上我要让这瓶红酒消失，用到的是这个纸袋。拿给各位看一下，这是一个四维空间的纸袋，它可以让任何东西消失，包括这个红酒在里面，一瞬间消失。然后再一瞬间，然后再出现。但是如果说这个魔术就这样表演出现消失的话，好像太简单了一点。喝红酒怎么可以没有杯子呢？但是我貌似好像一直没有履行我的承诺，我说过我要让它真正的消失。仔细看，再来一次，放里面。真的可以消失，